你喜欢吃水果吗？我是学生。你是这里的人吗？他们是有钱人。你是老板吗？这是我男朋友。那是你们公司吗？你妈妈是老师吗？这都是你的钱。那是什么菜？我也是他的朋友。他没听到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还没吃饭？你们是不是中国人？你到了，是吗？你有2个孩子。是吗？米饭太多了。现在太晚了。老板太忙了。老师太累了。这个厕所太脏了。你太好了。他太帅了。这个女孩太漂亮了。小猫太可爱了。你的孩子太聪明了。我很好。你很漂亮，他很高兴。中文很难，老板很生气。我们很累，我哥哥也很高，你家也很远吗？爸爸很忙，妈妈也很忙。他和他弟弟
都很帅。他很高，他非常高，妈妈去超市买了一些水果，上个周末他买了一些衣服，我们很快会见到一些新同事。你饿不饿？下课以后，学生们问了我一些问题。给我一些时间，好吗？他给我带了一些书。你可以借我一些钱吗？你想在咖啡里放一些糖吗？我在中国的时候，去过一些很漂亮的地方。多少钱？你的手机多少钱？我们的午饭多少钱？这杯咖啡多少钱？这件衣服多少钱？2.5元。3.8元。10.2元。23.8元。50.5元。他有几个孩子？你家有几个房间？他们在这里住几个星期？你带了几件衣服？老板每天工作几个小时？你去过多少个国家？你们班有多少个学生？
你大学的时候看了多少本书？他们昨天请了多少个朋友？上海有多少个外国公司？你最近怎么样？中国怎么样？北京冬天怎么样？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你妹妹的工作怎么样？你的新手机怎么样？这里的菜怎么样？你觉得上海怎么样？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你觉得中文怎么样？这是什么？你喜欢吃什么菜？你在看什么书？他开什么车？哪里？哪儿？哪个？你要去哪儿？我们在哪儿？这个周末你想去哪儿？你好，你要去哪儿？你要哪个？我要这个。你喜欢哪个菜？我喜欢这个菜。我们去哪个饭店？我们去你妈妈的饭店。你在哪个房间？
我在你的房间。你住在哪个区？你是谁？我是他女朋友。他是谁？他是我的老师。你不喜欢谁？你什么时候来？我明天来。你们什么时候走？我们下个月走。我们什么时候吃饭？我们6点吃饭。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？爸爸周末回来。你的飞机什么时候到上海？晚上8点。你为什么学中文？因为我在中国工作。他们为什么不喝咖啡？因为咖啡很苦。他为什么不来？因为他很忙。你早上为什么不在？因为我出去见朋友了。这些外国人为什么不喜欢中国？因为中国人太多。你怎么学习中文？你喜欢中国文化吗？你怎么上网？我用手机上网。你怎么去北京？我坐火车去。你们怎么回家？
我开车回家。你怎么买票？我上网买票。你为什么学中文？他们为什么不喝咖啡？他为什么不来？你早上为什么不在？你男朋友找到新工作了吗？妈妈，你昨天给我打电话了吗？晚饭你吃了吗？衣服你洗好了吗？作业你写完了吗？这个电影你看了吗？我的邮件你收到了吗？你喜欢咖啡吗？你是大学生吗？他是老板吗？你喜欢他吗？你想家吗？你们明天见面吗？你们也去吗？他在你们学校学中文吗？妈妈会做饭吗？这是书吗？你是大学生吗？他没有工作吗？你明天不来吗？你喜欢中国菜吗？你不喜欢中国菜吗？昨天我去杭州呢。你是怎么去的？我是坐火车去的。你昨天是几点到的？你是跟谁去的？他是用什么打你的？
你们是什么时候到的？我们是昨天到的。你是在哪儿出生的？我是在香港出生的。你骑自行车来的吗？他们不是在网上认识的。他不是跟我们一起去的。他用邮件回复的吗？你们是不是去年认识的？这个东西多少钱买的？你上周和他去北京的吗？你是上周和他去北京的吗？你上周是和他去北京的吗？我不吃肉。你们都不喝酒吗？他不喜欢说话。你不用手机看书吗？你晚上不洗澡吗？我们不饿。你不胖。我家不远。今天不冷。你是不是我的老师？你的外国朋友们喜不喜欢吃中国菜？你们是好朋友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打电话给我。你们明天见面吗？你们也去吗？他在你们学校学中文吗？我很喜欢做饭。我很喜欢我们家乡。
你明天和我一起去游泳吗？明天我们去买些水果吧。我想吃苹果了。我喜欢在网上购买东西。